运动的比赛形式古朴而庄重，按蒙古族传统要求，参赛选手上身穿皮貂裸臂盖背，腰间系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围裙，下身呢是穿用32尺或16尺白布做成的肥大的裤子，这个裤子叫做班泽拉。搏克手们脚蹬蒙古靴或者是马靴，我们有的搏克手这个脖子上套有项圈，这个在蒙古语中叫做为江嘎，它是搏克选手获得冠军的次数多少的标志，获胜的次数越多呢，江嘎上的这个五色彩绸呢就更多。要几分？你快看穿军的。